当你发现一个陌生人在吃你的东西，你会怎么做？我选择了跟他一起吃，他也默认并且接受了。我还想把烤串分给他吃。结果发现是我自己坐错位置了。没棚吗？所以人家刚才那姑娘。第二天下班，我马上来了这个烧烤店。我赖在一起吃饭那小工人，他来没来？他没有呢，没到呢。他不一定来不来呀？这话说的，他也不一定每天都来呀。啊，行，谢谢啊。那我上那坐会儿行吗？你坐吧。天冷，不用上物业家。啊，不用不用，去两天就行。怕他以为我不正常，今天不敢来这吃饭。结果手机架好没多久，困得睡着了。大概20分钟后，他真的又来了。还点了跟昨天一模一样的菜。골목길에서만나자하네내일이면아주멀리간다고덜컹거리는전철을타고찾아가는그길우리얼마나睡着了，还醒醒，醒醒，咋的？睡着了呢？啊？不是这出来怎的？吃不吃这饭呢？不吃我撤了。这哪一串啊？不是那小姑娘吗？这昨儿跟你一块坐的小姑娘，你吃饭那个眼睛吗？不，你俩不一块吃，吃完没吃？我撤了。啊，那我说我没吃完呢，我吃完，我钱给钱给你们呢。给了都完事了，这不是吗？行，没事没事，谢谢你啊，谢谢。